弟子曾听一位法师在录音带中说，大乘起心论的要害是真妄合合。大乘起心论是马明菩萨所造，一直为全世界历代祖师大乘行者视为宝典，他此批评是否不当？我们对一些人的批评呢，最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就没有事。他批评的恰当不恰当，与我们修学都没有关系。关键呢，我们自己对于大乘经论呢有没有信心？你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很好，这一部论点，历代祖师大德都非常重视。我们看许许多多祖师大德的著作，引用这一部论点上的文字很多。由此可知，他得到历代祖师大德们的认同，这就是决定没有错。我们应当信受奉行，这样就好。